这个零点榴弹可能会要命哦，炸到了两个，确定 A 大是没人的过来，前面这一枪带走了 Tester。最后仅剩一个 Munchkin， 刚才位置也被锁定，铁墙的位置，跳下来，两个人是一个高低双架，没有两个人分开了，是的，跳在箱上，箱上一个 Munchkin， 3-1，3的残局。 去打一个补枪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是选择 A 小的人先漏 ，A 小的有点急了，而且最后这两人也没做好截图，哇 ，Munchkin。